甲鼻息个垃圾油都铺伫咧顶座个水面上，搁有落叶甲昆虫个尸体顶顶，公共便所嘛是规涂骹个粪扫甲落叶，好想要去所有顶座公园浸脚消暑个民众，看甲拢真惊。想要去泡吗？嗯，不太会，可能就只是看看而已，不会，因为毕竟看起来不怎么干净。感觉没有那么干净，如果水是不干净，其实也怕有，而且甚至带小孩的话，也不会想让小孩下去。有影真太高，宜兰所有顶泉公园是当地真有名的景点。规年冬天的水温拢保持差不多摄氏22度，是世界上唯一的顶泉，嘛未少游客来吃。但是最近煞飙出水质真垃圾的争议，都有人伫冰车社团抛出水底下内底拢是垃圾以为相片，美工刚讲无人伫管理，爱管理单位出来讲清楚。苏澳能泉的部分是由苏澳国小这边委托管理的。这个礼拜星期一的时候来请外。包厂商来做清洁的部分，后来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过来拍照，它的表面就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一个氧化物。好人真意外是负责管理的竟然是几百公尺外的所有国小，学校出面解释讲，即马当热人，日头真猛，天气伤热，搁再加上冷泉本身含铁量较悬，经过日晒煞产生氧化的作用，才会有物件甲油铺伫顶悬。国公并不是无管理，是经费无够。那我想要请宜兰县政府来重视我们文小市这个生态池，如果说在长期没有使用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是不是可以暂时来阻断这个水源？机关都好，有关政府爱出手来管理，维护所有顶泉的好名声。若无游客要来，对宜兰的观光形象恐惊是真大的打击。这是新闻，宜兰报道。